是什么事儿都查一手啊，我公司的事儿你管，我妈的事儿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哥哥走，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哥哥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姐们天生就这样，你不行啊。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姐们天生就这样，路见不平凡。你也止住。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姐们天生就这样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我替天行道，怎么了？你这叫替天行道？仨月之后，你拍拍屁股，你走了，给我留一后爹，你说了？我说错了，是仨月以后，是仨月以后，我给咱妈留下了晚年幸福，这是我给咱妈留下的最好的礼物。